Hello，大家好，又到了瑞涵说财经的时间。首先呢，帮您解释上个礼拜金融财报数据的情况，还记得吗？上一集我们有说，三利空将会影响到金融上一季的季报情形，包括了银行坏账上升、利息收入减少，还有业务量的大减，都会冲击他们的获利数字往下掉。往右下方看，你看花旗、富国、美银大摩。 数字上一季、第四季季报都不好看。要讲到底，他们数字难看的背后隐藏的意涵，先带您认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它是政府成立的机构，成立的公司，主要的成员就是美国金融业界。成立的目的，是当银行破产倒闭的时候，那么 FDIC 可以保证存户将会有二十五万美元（大约七百七十万台币）的保障，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中央。 存保公司，我们钱存到了银行。如果这的银行有个万一的话，还会有三百万的保障钱可以领回来。那么想问，钱从哪里来呢？跟您报告。 基金的来源来自于投保银行缴纳的保费，还有这些的钱投资美国证券赚取的利息。不过讲到这儿，跟您报告，果然的，还记得吗？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美国区域性银行连环岛，中小型银行连环岛，那么 FDIC 但就要大量赔付存户，他们二十万美元，所以存款保障金一下子用太多了，没钱怎么办？果然，在去年第四季，花旗跟富国银行就大举提炼了政府存。 存款、保险基金哦，再加上他们的业务量大减，利息收入也下降，所以请往右边看。你看花旗在去年第四季的季报当中亏了十八亿，十五年来最糟的季报，而且花旗还继续在裁员。富国银行员工遣散费非常的多，所以支出成本大大增加。美银利润差于预期，费用也非常的多，所以呢获利就大降了。大摩获利十五亿，不过跟去年同期做比较也年 减了百分之三十一之多，业务量大减。 唯独只有高盛，高盛去年第四季季报是获利的，成长百分之五十一。不过高盛说厚加仔哦，那是因为他们的资产管理赚的钱大过了投资银行业务的衰退。他们投行业务衰退最多的是并购案子实在少太多。您看仔细了，也就是去年第四季这些金融银行业，他们季报很难看，来自于请看黑字哦，费用多，业务大减。 并购少，利息收入大大下滑，这三大利空，如果忘记再去看一下上一集瑞涵说财经，这是帮您解释上周的数字。那么这个礼拜呢？这礼拜带您看到一月二十二号礼拜一要公布我们台湾去年十二月份的外销订单，还有礼拜四要公布美国去年第四季的经济增长率 GDP 的年增率。先来看我们台湾，要说到我们去年十二月份的外销订单，那么得看一下去年十一月份的数字哦。十一月份数字还不。 错，我们的外销订单中止，连十四黑回到了正的百分之一，那是因为呢前一期积其低，也就一年前的十一月份积其低，再加上 AI 需求夯，所以呢十一月份的外销接单表现不错。如果去年十二月份我们的外销接单还能够继续往上的话，那就代表着全球经济景气是慢慢在加温当中。所以喽，十二月份的外销接单您还得拆开来看，看接单的市场，看。 接单的品相，也就是呢，去年十一月份，如果您仔细发现到，您看美国，它是我们外交接单金额最大的外交接单国，占比呢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大陆、香港占比百分之二十一，东协占金额没有很多，八十五点四亿，没有美国大，但成长幅度很惊人，多达百分之六十九点四，东协的占比在我们外交接单的占比哦，高达百分之十六点八，以上的表格读得出来。 我们近两年，台湾的外贸市场已经降低了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了，多转向了他市场，包括了美国、东协、欧洲、日本等等这些的国家。我们的外销接单金额都大大的增加。另外哈，看一下我们十二月份的接单品项，要找十二月份的接单品项，得从十一月份来找起。我们十一月份接单的品项主要是在资通讯、光学器材还有电子产品等等，年增幅度哦少则三。 三点五多则大概是一成，这是我们接单品项最强的前三项，所以十二月份盯着看了。十二月份的外销订单，如果三大产品别依旧是奇阳，往上，成长幅度还在拉大的话，代表全世界科技需求是在加温当中的。接下来时间转到了礼拜四，要公布美国去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当然呢，提醒您先看左边的框。 到去年第三季，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达到百分之二点九。可是，在往前看 COVID nineteen 之前哦，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在二零二一年第二季的时候可是冲高到百分之十一点九。没料到 COVID nineteen 之后，对美国经济影响真的非常大。二零二二第一季掉到只上百分之三点六，而且往后就破了百分之三的重要大关卡。二零二二第三季，美国的 GDP 只剩下百分之零点七了。去年第三季来到百分之。 二点九，9, 所以我们要仔细观察，观察美国去年第四届 GDP 公布之后有没有办法回到百分之三以上。如果有的话，代表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GDP 是继续在加温。 温和复苏当中，而且如果 GDP 稳在百分之三以上，再加上失业率往下掉，百分之三点七继续往下掉哦，那么美国就可以说不会 recession 了，不会衰退。看美国经济成长率，还要看它的内涵。请往右边这边瞄，去年第三季的时候，美国 GDP 百分之二点九，细看谁拉最多呢？紫色那一根，紫色的是政府支出，来到了百分之四点八，但。 提醒您，政府支出那个 G 贡献 GDP 可是很少，只有百分之十七。 对，贡献美国经济成长率最大的是在 consumption 消费动能 C。可是您看哦，去年第三季它的消费只有成长百分之二点二，贡献第二大的是在 I 投资百分之十八点二。没想到去年第三季消费投资成长幅度都只有百分之二点多，而且提醒您消费哦，如果每一集都有看瑞涵秀财经，您一定知道瑞姐之前有说过了，美国信用卡违约率飙高，所以喽，我今天要还信用卡债，怎么可能有更多的？ 钱再去消费呢？因此提醒您要观察美国的经济，不能长时间靠 G 政府支出，因为它占比只有百分之十七，要看 C 消费动能，占比高达将近七成。所以如果公布了第四季的 GDP，它的消费动能能够增强，投资能够拉高，这。 第四季的 GDP 才叫做带来加分，所以开始帮您归纳重点了。礼拜一看仔细了，我们的外交订单，十二月份公布有没有办法连二红？而且连二红接单地区，美国、东协、欧洲、日本能够成长，那是带来加分的。还有品项，如通讯啦、光学器材啦、电子零件，如果能够正成长，幅度能够拉大，那当然就更好了。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能不能回到了百分之三以上的 GDP？尤其呢是在消费跟投资。 能够扩大，带来成长幅度，那美国的经济才叫做真的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公布的经济数据装两个最重要的，跟您做一下分享。那么明天呢，明天带您关心最低税负免税额，就在今年不一样了，拉高到七百五十万元。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投资海外，增加收入，可以带来更多的利基点哦。什么意思呢？明天听仔细了。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诈骗猖獗，所有要求加入胡瑞含赖群组都是诈骗，请拨打一六五反诈专线求证。